先加珍珠，然后下一步再加那个奶茶馅。收款四元。这厉害了，老店那边的时候，最长的时候排了30米都有。那时候那个店比较好找，加上那时候很多人也问过他们，他们说就是从马甲那边跑过来，又是从厦门跑过来的。一天最多卖多少个？1000个左右。是上午是11点到12点40，下午是4点半到11点。就做这么一盒，要一个小时左右。红豆的要一个小时。对。都你自己纯手工做的。对，开店2017年开的，差不多有6年左右吧。没做车轮饼之前做销售的。老家安徽的。对。那你来泉州的有多久？来泉州差不多有8年左右了吧。觉得泉州怎么样？泉州挺包容的，挺好的，美食之都感觉。也是鞋都那个服装之都，挺好的，文明城市。好，马上啊，马上啊。大概要12分钟。这是一双手。